我脚下的这片大陆是当今世上最危险的地方，据说每一个来到这的冒险者都会死在这里，没有人能活着走出去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修仙系统，没有超级英雄，没有奥特曼，也没有赛亚人，只有杀不完的僵尸和被感染的怪物。我只能依靠着自己的求生本领在这里活下去。听外面的人说，这里有一个规则，只要我能够活到第一百天，就可以平安无事的走出去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《人专栏》，给您带来的《惊变一百天多么的生存》的最后一期视频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已经是来到了《惊变一百天》的大结局篇了啊。那一眨眼的时间呢，现在这个游戏进度啊，已经来到了第97天。以我们这个录视频进度来说啊，今天呢就可以录到第100天了。那我们这个《惊变一百天》既然到了100天，也就可以正式的完结了。这个系列呢，也算是跟大家正式的告一段落了。那中途呢，也是一直有观众啊，在咱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以及私信我说想要我们这个系列的整合包。今天呢，既然都已经到大结局了，我也索性的呢把这个整合包给大家分享出来，至于下载地址呢，我会发到粉丝群里供大家下载，好吧？所以说大家在弹幕区来一波谢谢凡哥，不过分吧？那上期视频呢，我也是正式的发起了一波投票，给大家提供了四个选择啊。我说了哪个系列投票最多呢，就优先做哪个。从数据上来看啊，选择《生活一百天》和《荒岛生存》呢是最多的啊。那另外两个系列呢，就先被 pass 掉了。那今天呢，咱们最后再来发起一波投票，想要看下个系列录《生活一百天》呢，可以扣一；想要看下个系列录《荒岛生存》呢，可以扣一波二，好吧？哪个系列投票最多呢，我们下个系列啊就优先先录哪个。对于另外两个系列呢，我们也会录的，只是早晚的问题啊，大家放心的等吧啊，到时候都会有的。那说到开新坑啊，我得先设置一个目标啊，那这期视频呢点赞过3万啊，直接发下一个系列的视频。这次点赞量呢设置的是前所未有的高啊，所以说没有个十天半个月，你们肯定是点不到了啊。正好我也能趁这段时间休息休息。那上期视频呢，我们也是把这个游戏的难度啊调成了8级，发现完全搞不过去，就包括我自己本人啊也死了3次，非常的难。所以说我们又干脆锁定的把等级调回了5级，5级难度有点太低了呀。这个大结局篇还是保持5级的话，实在太没意思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准备把这个游戏难度啊给它整到6级，调成6级呢，难度就会更高一点。主要不调成8级啊，也是因为怪太多了。到时候怪太多的话呢，这个游戏啊会特别的卡，大家后期看到只有10帧左右的视频啊，也会非常难受啊，所以说绝对不是因为怂。Nice， 既然今天都要结局了，不如我来回老家看一看吧。这个老家之前有观众说让我回来，说不定会有大惊喜。这观众一看就是不了解我的世界啊。对，我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特性啊，就是你不在这块区域啊，它是不会刷新任何东西的。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，它才会刷新。所以说我们要是生活在这里啊，这片地方估计是已经被感染的完全不成样子了。但是我们离这个边太远了，所以说完全不往这边加载。世界的特性啊，就是这么的有意思啊。不得不说啊，录了那么多期视频啊，我们的这个实力啊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把学校作为硬生生给他守下来了。不是说我们加了太多变态的模组，而是我们玩游戏真的特别的谨慎，尤其是那个索尼啊，每次学校周围的地形感染了，他就立马给撸掉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能活到现在啊，一直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灾难，也是因为有索尼在，不然的话学校早就感染成那个黑色的地形了。一直有观众说我们那边没有被感染，只是因为索尼他只要一看到一个感染的地形啊，立马就给他撸了。大必须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一个大别墅啊？这大别墅进去看看。哦，好黑。这片地方倒是不错哎，如果我们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这个地方做家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这里刷新了一只进化驱逐兽。哎呦，好疼！这怪伤害还是很高的，防御力已经这么高了，打我一下还这么疼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守一守吧。我们也玩了那么久了，老有观众说我们不去新的地形探险，那确实。啊？干嘛？这有个地牢，有个地牢，我在周围丢一丢火把，这个周围得插亮堂点，这样刷怪会刷的少一点。满山遍野的都是怪了，还好今天不是雪月。这个地牢里面这么多怪啊，怪怪，你给我死！这底下有好多小僵尸啊，你们小心点，看到小僵尸一定要灭掉，还有刷怪龙也要撸。不然的话，这底下刷怪刷多了会很卡。咦，有个箱子，这箱子里会有什么好宝贝啊？哎呦，钻石、马铠、铁锭、骨头，我们要是前期来这个地方，那可太赚了呀！这里还有一只螃蟹，可惜我们是后期才来的，前期我们为了得到点骨头啊，那是费了死劲啊。还有这个火药，这里面竟然还有免费的7个火药。前期我们连一颗子弹都没有的时候，一直在纠结怎么样得到火药，后来好像是在一个也是在箱子里面获得的。我靠，这怪太多了，杀不完，用传统的兵器啊，真有点顶不住。你大爷的，真烦人！你在咬，这是你们逼我的啊！扔榴弹，小小的这个刷怪龙，来几枚榴弹就给炸掉了。我靠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黑啊！我来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大，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大。我去，这底下怪也太多了，全是蜘蛛眼睛，哇、哦，好多！这不得用 RPG 直接轰啊，榴弹炮。哥哥，你想来吗？哥哥，我想啊。不是，等会儿我不想，你有陷阱。哎哎，可以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！你看这个好地方啊，一点都不危险啊，我跟你说，非常的安全。哦
扔个火把，扔个火把。哟，我用火把可以砸僵尸，然后再有伤害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伤害，但是可以击退。里面怪也太多了。起开，起开，哥，你起开，你起开，拿枪打不开。哎呦，哦、我被堵到这里面了，你敢信？你起开，你起开，我们拿榴弹炸。哎呦，你看，哦呦，我全炸出来了。显卡要崩，显卡要崩。这是 CPU 好吧？我的世界是一个吃 CPU 的游戏。你搁这，我靠，这杀的也太快了吧！不行，这些怪不能杀，这些怪不能杀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啊？我第一期视频杀的那个僵尸啊，好像是第二期，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分裂，杀一只会变两只，所以这些怪就是跟我们第一期视频打的那个一样的，杀不完。哥哥交给我，拿榴弹炸，把他们的杀怪龙给他炸了。哎，要告诉这些小伙伴们，如果刚开始玩这个 model， 一定要先来地牢里看看，这里有很多前期需要的资源。对，要是玩这个地图啊，是要来找找的，这个里面东西真的很多。哦，这底下好像怪更多啊，越往下面怪越多，我已经不想下去继续探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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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付这种怪，你这个很勇啊，直接蹦下去了呀你。不是，我飞行视频突然失灵，突然失灵。这底下怪多的，我来给他们个痛快，站在上面可以枪枪爆头。贼爽，视觉盛宴，抓怪的好地方。哎，可可，你怎么抢不开啊你？走着突然掉下来，走着突然掉下来。哇、哦，太多了！想要超越索尼的杀敌数啊，这还不是轻轻松松啊？索尼已经杀了6000多只怪了，我才杀了4000多。之前就是索尼找到了这个地下牢笼，所以说他超越了我的。这算什么？又没事，你超过我的死亡数。你的死亡数那真是没人能超得了你，我们三个加一起都不一定有你的死亡数多。不行，不打了，这些怪太多了，经验我也不要了，直接炸吧，通通死。只要把他们的刷怪龙炸掉了，他们就不能再刷新了，这些怪它是刷不完的，源源不断。在这里刷经验比我们种那个矿石得的还要快，我感觉我刷不完，刷不完，刷不完。走了。他们一直摸我，我都不掉血。不掉血是因为你衣服耐久度在扛，你衣服一旦被他们摸烂了，你就要白给了，对吧？死在这底下了。好吧。你可小心点。好多骨头啊！我现在已经搞到了73根骨头。不搞了，我们走吧。哦 ，CPU 在燃烧 ，CPU 在燃烧，跟前走。电脑遭不住了，只有9帧了。上面有一个那个飞行的 boss。飞行的 boss， 咱们家这边吗？不，就那个地牢上面。地牢上面有个飞行的 boss， 我来看看小小的 boss。打起来还不是轻轻松松，交给我。哎呦，你很勇，小伙子，拿榴弹炸。他的触角还没死呢，看到没有？这还活着呢，他的触手。他还能复活？能不能复活我不知道，但是这家伙是有生命的，你看，而且血特别厚，好几百滴血。风平浪静啊，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98天，马上就到100天了。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是一个血月，所以说我们要做点准备啊。血月没有那么好过去啊。喂，这个水里面好多怪啊！我跟着我先下去帮索尼找找头。找什么头啊？凋零骷髅头啊！凋零骷髅头，我们去一趟地狱不就好了吗？哎，找到一个。你在地牢里找凋零骷髅头啊？你真牛逼！这么愚蠢的方法，直接冲向地狱。不是，刚来到地狱，怎么就有一只这个被感染的怪？血月，今天是血月吗？是的，血月。我这里都没有显示哎，来到了地狱，地狱不是血月。哎呀，地狱现在藏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刚来到地狱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城堡，城堡上面就有凋零骷髅，哎，正好是我要找的。哇，这地狱的怪也不少啊。哎呦，不小心打到猪人了！哎，他奶奶的！来到地狱还是关掉光影比较好。你还差几个头颅啊？两个，还差两个，总共就需要3个。你这搞了半天，你干了个啥？你告诉我。哟，掉了一个！哎呀，不错。好，凋零骷髅头颅还差最后一个。对，这搞起来还不是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。这些怪老跟我玩远程，我受够了，你们太烦人了。是觉得我没有远程还是怎么的？看好了，真正的远程武器是这么用的。这些小老弟跟我玩远程。二狗，按下 F5 怎么了？哦，我脸上怎么这么多支箭啊？好家伙，杀就完了，我也不管他会不会掉头了，走一路杀一路，加特林都有了，还能怕谁？怕人，时代变了。哎呦，我靠，打错人了，哥哥，我对不住你啊，哥哥，怎么就把你给扫死了？来扶一波，扶一波。哎，被打了。扶起来了，你怎么又倒了？不知道，刚扶起来就倒了。可可，你这个是真不扛揍啊！快起来，快跑！一路扫过来，结果扫着你了。那是我接子弹接的准。那你确实子弹不太多了啊！打开背包看看。给我点，我不多了。滚蛋，不带白嫖的啊！我这里也不多了，我这里就只剩下5000多发子弹了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够用啊！哎，太少了，就那么一点点子弹了，只剩5000多发了。九尾，咱们去现实世界。我家里没子弹啊，都在我身上背着了，大部分的。你这老想着白嫖可不行啊，可，咱可不行这样的。怎么不行？
啊，怎么不行不行，这个我得把你们拦在地狱啊，等死吧，让我找着你们，这还想去我家偷东西。哦，谁在打我？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在打那个猪人。你是隐身了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抬头抬头，打的没错，你打的就是个猪人。哦，抬头，这不是九尾吗？你打我你敢啊，你竟敢打我，你怎么这么嚣张？错又碎了、啊、还打吗？错竟然敢拿枪打我，谁给你的胆？我好卡，索尼是你主世界的怪太多了吗？我也卡掉帧，我这里倒是不掉帧，对，快来地狱躲一躲，主世界这个血月太难顶了，见识过的都知道有多可怕，相比起来这个凶残的地狱啊都显得就是很适合度假，你知道吧，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度假，但不像主世界啊，主世界那个血月真不是人待的。哦，我找到地狱门了，飞回去。哎，等会儿把我俩踢一下。哎，那就算了，你们俩、啊、自己找吧。哎，我怎么传送到这个地方了？这里是哪？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，这刚来到主世界就发现这么多怪。哦，好疼，打不过快跑。哇、哦、这怪多的，你老实说要是没有这种跑得快的装备以及拉开距离的话，真的没得玩啊，这太疼了，随便来几下子就没血了。精灵丛里面的怪伤害都太高了。咦，传送回家，再来看看。我去，家周围怎么这么多怪啊，依旧是满山遍野都是怪，血月还是一如既往的凶残啊。我靠，咱们家底下是不是有 boss 啊，好多球啊一直往我身上撞。天停了，雨停了，我又行了。你又行了，那你就赶紧下来，我遭不住了，这个天上的怪实在是太多了，杀不完啊。我往下一看，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呀，全是怪啊，你看这个满山遍野的怪都在追着我，而且他们每一个怪都会吐那个球，你们不帮我打，我这个一个人遭不住啊。此时此刻、啊、观众应该就能看得出来，为什么我要把周围的地全部都夷为平地啊，变成一个平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一边退一边打，他们的移动速度又特别的快，所以说你看这个，我去，这个怪穿的也太快了吧，算了。哦呦，哇，就这随随便便两下，你怎么死了？哇，你都快打我巨疼，两三滴血掉。你以为呢？这到了后期他们的伤害会增强的，他们的移动速度也变得更快了。我靠，我根本都拉我倒是想拉你，我看一下你在哪里，你在这，我也不能拉你啊，我得先把怪清掉啊，不然这些怪分分钟跑到我脸上。分分钟都用的有点不合时不合适啊，直接三秒钟直接冲我脸上了，我这扶你起码得要五秒啊，怎么住。九尾快来，快快，九尾可可，你们来扶一下索尼，索尼没少帮你们，我这也顶不住了，好疼，还有20秒，快点快快、啊、来了我被怪粘住了、啊、这些怪很粘人。哎，是掩护一下我快到快到，一直在掩护呢，你这么也摔死了，管了，索尼你就不死了，我也要顶不住了，我靠，一直跑都跑不掉，这些怪太猛了，我去，这你妈这个球多的全是小球球在追我，我有办法了，对付这些小球球好像是可以砍掉的，好疼，我这个血都不带回的了，要死的节奏啊，哥不玩了跑了。索尼浮起来了吗？索尼，我死了，你死了，快跑回来！还是太低估第100天的这个难度了，我以为第100天应该没那么难，结果还是，我操，我也死了！造孽！丢地上！你瞎呀！我操，这可以进啊！你们俩干嘛呢？你们俩干嘛？他刚才骂我是不是？装备没了，走了啊！装备没了，还有个鞋啊，放在箱子里了，自己拿。哦，索尼的装备被可可捡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帮他捡到箱子里，我怕他丢了。武器呢？弓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能捡的我都捡了，剩下的背包满了。药水呢？也没捡到。药水放箱子，我记得绝对放箱子里了。拿了。你怎么就能死呢？你是被秒了吗，索尼？被一个 boss 什么怪摸到3下就死。跟我差不多，我这个是一直被怪追着打，打残血了，后来又被长臂兽摸了一下，长臂兽一下子能摸掉2/3的血，非常的猛，就是装备已经这么屌了，最顶级的装备了，扛不住。它好像是越往后怪的伤害越高，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设定。释放经验球，修修装备，这耐久度掉的不太行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弄回来，就是我的速度视频。没有速度视频，我的速度直接大打折扣，只有速度3的效果，跑得不够快。不低了，你去底下跟他们玩近战试试，这些怪跑得一个比一个快。哦，今天又是血月，糟球了、啊！是不是以后每一天都是血月？对，还好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了，咬牙忍住啊，这是最后一天。哦，太棒了，99天，弄点钻石，把头盔拆了，有了这玩意儿啊，就跑得快很多了。我子弹也没有了，我说怎么换不了子弹了？从背包里再掏一点，背包里只剩下3000发子弹了。二哥，你给我10000发子弹，我先充好吗？你别吹牛逼了，浪费我子弹，我给你10000发子弹，你冲下去扛不过5秒，然后你死了，我10000发子弹打水漂了，我可不干那么赔本的生意，好吧？5000发，1000发不都不行啊？那不冲了，你们就一起来黑曜石这边，好吧？来黑曜石这边，而且说到子弹，这个黑曜石堡垒里面的火药跟铁是非常多的，是可以做一点。这些怪都直接搞冲进来了，你们这不来帮忙，是让我一个人守啊？啊，喊了要冲的是你们啊？
在家里猫着不出来的也是你们。我没子弹啊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这里有子弹，这个箱子里面我装了很多材料的。这个堡垒我是用心搭建的一个地方，非常适合守这些怪，根本打不着我。来，你帮我守好别的地方，我来守前面。还是索尼靠谱啊啊，索尼。包里有治疗药水。递过去啊，包里有什么？索尼。治疗药水。治疗药水我没有啊。哦，你给我扔的。哦，这是治疗药水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些怪太多了，你看这样我守自己守怎么守？子弹都用的差不多了，不如我这边。哎，谁把我家的那个枪械台给我偷了啊？是谁？可可哥，找可可哥去。他妈的不用猜了，你说咱们这个四个人里哪一个像贼？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观众直接都把名字打到弹幕区了。除了可可，没有人能干出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！不可能，索尼有东西不会偷你摸摸台的。我家里的东西偷物资就算了，他连我工作台都给我偷了，这人真不干人事儿。我再做那么一点点子弹啊，没什么子弹了。先做他个10000多发，应该勉强够用了。这些怪直接把我眼给我打瞎了，哇，各种中毒效果，这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而且吃的现在也吃完了，我赶紧回家拿点吃的。我不行了呀，我遭不住了，我感觉这样的玩法，我这个又要凉了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我点吃的，没有吃的，这个血回不上来，这可就离死不远了呀。先吃两个番茄。嘿，这番茄这么菜的吗？还吃不了这番茄。哎呀，我靠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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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怪已经把玻璃全给我打碎了。在这个地方藏一藏，在这个地方藏一藏。哇操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要死要死，这个致命都治不死了。哦，吃几块腐肉，把血回一回。哎呀，谁能想到都到第100天了，我都发育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要靠吃腐肉苟且偷生，藏在一个这样的小烟筒里，这个太丢人了。把这个拉杆拉上，这样就更安全了，让我回一回血。我操，腐肉都吃的还剩一块了，完蛋，最后一块腐肉也吃了啊！这个血回的实在是太慢了。索尼，你过来救救我呀、啊！索尼，哎，对了，这怎么给忘了呢？索尼刚刚送我的喷溅型治疗药水，虽然回的血少，但是勉强够用。OK， 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，满血复活。我操，这里怎么那么多？加几下一堆。哇！什么东西啊，我没看错吧，我家这个周围这怪也太多了，难怪给我打成这样，这底下的怪也够呛。我靠，索尼你真不要命了呀，1v50你好猛，只能说你是个、哎、他们卡我不卡我能跑掉。nice， 就问你有黑曜石吗？有黑曜石把这些破的地方给它搭上，你看这个底下。我就回家找一下、哦、我回家找一下。我去，咱们家底下藏那么多只呢，可别让他把咱们家炸了。咱们上面虽然有黑曜石，但是下面没有黑曜石，这一下子要让他炸了那就糟了。人可以死，东西可以丢，但是家不能没，这个是生存的基本原则。家都让人家拆了，就跟玩王者荣耀让人拆了水晶似的、游戏就 game over 了，老家就已经是被占下来了。当然这个老家啊，他之所以没，还是九尾拿手榴弹把家给轰了啊！这尼玛坑逼队友，意外意外意外，不然咱们也不至于搬学校来呀。意外意外意外，家是我们最温馨的港湾，一定得留着，这是我玩所有系列都要讲的一个规矩。第99天，只要这个血月下去了啊，太阳升起，我们就算是结束这个系列了，马上就要熬过去了。再顶一会儿啊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浪啊，在家守好。哇、哦，好多啊！索尼，你这个真是勇士啊！电脑不是太好的话，真的不敢下去，一下去就会卡死啊！索尼，这个是物理上的打击，乖乖，真猛啊！这也太多了吧！也得亏了索尼一直在下面吸引火力。哦，对了，最近老有观众在我视频下面说啊，这个 boss 啊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，最后阶段的话，他们体型都会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大。并且呢还有10万机血，这个要向大家解释的就是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这个金融虫模组啊，金融虫模组最强的差不多也就这个样子。那至于那些隔壁的 UP 主拍的10万机血以及个子特别大的寄生虫啊，我也是稍微做了点了解，他们是加了别的模组以及修改了模组的数据才把那些 boss 啊改成那个样子，并不是金融虫模组本来就那个样子，这是他们自己手动改的，所以说不要再出来误导他人。原版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量很多，但是它不至于到10万机血，也不至于会变大。二哥你看太阳出来一半了，好，要结束了。今天我们把下面的怪杀的差不多啊，就可以结束了。这小东西，你 boss 了不起啊？就你叫 boss 啊？4剑5剑，我让你嚣张，全给你灭了。开门了啊？开门了，走啊！哎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哇，好多小僵尸啊，连末地都难以幸免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射，这是一个大型刷怪龙吧？我怀疑这末影龙在这个地方都要哭了，满地都是僵尸，它都不敢下来。它飞得好快，2下3下，哎呀，好家伙，水晶都不用打了。好，直接射死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我们的这个精变100天系列呢，也就差不多到这结束了。OK， 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系列不见不散，各位拜拜，拜拜。